怎么干是吧？劝你是冷静一点哦，这样比较不痛哦。心跳加速菇，啊糟了，我不想跳了，糟了，哎、欸，掉下来刚好被我招打到，打尾巴吧。好，哦、我的 skin 看你穿这样真的很丑哎、欸。谁？你啊？我只是穿不动而已啊。对啊，我说我的 mod 看你穿这样有够丑的啊。哦，因为我 mod 看是男友衬衫。哦，然后只看到你露大腿而已。下来啦，下来啦，打死了。啊？我跳到底下去了。酱油，你只要三掉剑三就可以这样快的打死他喽。啊，没有三掉，你们也是很快的。我说你就可以打死他，不是我们，我们就是因为没玩剑三才能打那么快啊。你想说什么？对啊，是这样啊。想说什么？是啊，是。我们桌面没有剑三这个东西啊。大鸡啊！我大鸡歪。干啥？笑死！我说酱油，你冷静哦。我说是这样子啦。哦哦，讲清楚嘛，误会。你怎么拍手的呀？啊！拍手要用钱买啊。是啊。对。拍手不用吧？要。拍手不是免费 DLC 吗？要，我要骗他。哦好，嗯，已经说出来了，我知道这是谎言。去买啊！他是要下载，没错。看有够丑的，又是嘴巴张开看吗？不是，这只是杰哥。真的假的？干嘛了？好丑哦！你看在哪里啊？右上角。啊？我想知道有多少。你都走内裤吗？丑死了！那你怎么露裤裤啊？我不知道。不用丑啊。其实我觉得不用吃饭啦，我前面的。我跟你讲，都有。没有啊，我都吃，我只吃。那个啊，肉定死啊！还要再一次？你看是不是？你给我把剑三删掉。这是什么呀？加成道具？什么登录加成？啊，我也有讲过，那个是空白剑啊，每日的，每日拿到的，你参加可以获得里面的前两倍。嗯、哦，你都不听，我都解释给你听了。有哦，屁啦，太多了，恭喜。没有吸收很多，你那时候一直问我又解释给你听，我没有把全部东西都塞给你，是你问我才解释给你听。我自己问太多了，吸收不了。我还问你说你问那么多，你真的吸收得了吗？你说可以耶、欸、自己的坑自己跳。看我下次跟你讲话我一定要都要录音下来。该删剑删了，就是脑容量就够了，脑容量不够了，哎呀，剑三要删掉，脑容量就够了。行，我重开一下。剑三哦，不是啦，你又想开剑三？魔物，要开魔物？为什么？我觉得我的画质可能刚被剑三给吸走了。想不把剑三删了？你看，你又是剑三，你看又是剑三，剑三的锅。对啊，删了，删了，删了。不是他的锅，那谁要背？到底是什么样的？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可以让一个人不能上一款游戏呢？不是啊，那款游戏蛮好赚钱的。那、啊、你有赚到钱吗？有呀。跟你做实况比，有赚到多少？这样会不会太坏了？那私下讲。我是你打海拳。好难受呀！你看这个人啊，代打赚钱哦。哦，对啦，
想起来了，不要检举我，检举检举检举起来，就这种人，还不来魔兽世界赚钱，跑去健康赚钱。哎、欸，我都赚到，我都赚到一匹马了、欸，哎，还没啊，对不起，我还差一斤才有一匹马，快要一匹马了。就是我朋友去代练魔兽赚了20000块，你还讲？可是他赚到了吗？那时候的行情哎、欸，他赚到了、啊，他就是拿到牌，然后拍钱给我炫耀。哦、oh, ，OK，OK，OK， 真的很。其实我们也可以啊，如果大家都要那些委托都是要法师的话，其实我们很快也可以啊。法师练的真的是神快。法师比较好练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就是组法师团。嗯。哦，就是一群法师。对，一个捕师，四个法师也可以去副本玩。这假不坦吗？不用坦啊，为什么要坦？一直冰他，这样轮流冰哦。对啊，你先拖一群怪嘛，然后那个法师就不一个先缓到之后，就是开始冰脚，然后开始那个放下雨啊。嗯。哇，哎、欸，那这样的话，哎、欸，不愧是法爷。给你拿。那我在看哪个？看剑三。这个，不是啊，还看啊，还想玩啊。你们都不听我解释，呜呜呜，呜呜呜！要借剑三，没朋友、没情缘、没帮会就好了。他、啊、现在就快没朋友啦、啊。哎、欸，不行。干嘛？有什么好不行的？绝对没问题。那个说要借剑三没朋友那个的，你一定不了解剑三。它是款很可怕的游戏，大家千万不要去玩。那你还在玩？那你还在玩？我已经不玩了，它只剩赚钱的功用。就是太大，太厉害的。你们要检举我的话，可以来问我那个人的 ID 哦，反正不是我的。先检举，先退订阅喽。不行啊！为什么？我迷路了。导虫，就导虫可以走，你可以走到迷路。哦、啊靠，要怎么拿？哦，对啊，就古代人吗？还是什么的？或者吹笛子、啊？没有啊。快骑车！下来啊！彪彪彪！啊，不下来，有了。哎、欸，我为什么拿这一把枪啊？哎呦！我怎么觉得我跟你们走的路不太一样啊？嗯，去哪里啦？我总是拿哦斩裂弹呢、欸，哦在这里哦，打错弹，哎呦！哎、欸，这样初期的装备以后还会用到吗？不会啊，不武器才会啊，武器你就到身上去啊。他死了啊！我远远远远远！哎、欸，你要怪他们哦，你要赶快怪剥皮哦。痛的是他们哦，我在旁边射弹弓而已。安安，哎、欸，他来得及耶，怎么办？可恶！防爆筒，不够快，打他打他！防爆筒，防爆筒，来不及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防爆筒！干不死！不行，我挖到了。这里有体毛，毛皮，零，他不给我针。安，针的话你要后面，针好像不容易拔到，要等奖励。真的啊？啊，你们刚、嗯啊，你有没有听到有人在吹笛子、吹乐器？有啊。哎、欸，这里，你如果骑乘到的话，会自动来撞这只猫。嗯，然后你的剑山就会被删掉了。啊、对。这样啊！剑三就被删掉，这只猫就会跑进你的电脑里面，把剑三删掉。它是个病毒。那看起来是挺可怕的，又挺可爱的。嗯，是病毒猫。哦，有人电话来了。嗯。哦，不是，我的漫画提醒我要去领免费的钱看。哇，又看免费的。免费仔。
免费的，我都看免费的。有没有啦？我看一下。你刚刚最后奖励没看完，我操！我都直接跑来制作这里看诶、欸。哦，你知道。OK， 你们不要放弃我好吗、啊？好累哦。OK， 做了，耶、yeah, ，做。看一下，我水的要，我水的也得做上去吗？二阶是都要做吗？我记得那时候你要玩，你玩攻的话就是要玩属性，所以你每种属性都要有，就是这样。我看一下，那也就是说。我通通都要做，火的也要做。火的不多啦，怕火的不多。怕火不多。最推的是雷的，雷的一定要做。雷兵啊，雷跟兵。嗯。我看他第三阶段也要那个也要电击针哎，那我不就又要回来刷、這個？那应该是上位的电击针了。飞雷龙的电击针。那你看一下前面的电击针是不是一样的名字？应该会不同的名字。差一个字就不一样了、哦，雷击针还是电击针、我看一下，电击针。然后嘞，可是我不能看到我现在这把要什么材料哎。废话，那是下一阶段啊。那就要到上位了吧。我看一下，归还茶，对啊，是电击针啊，不是雷击针，而且。它是有显示的，飞雷龙的电击针。好，你看其他的素材，你现在能不能弄到？有一个是问号，问号，问号，然后应该是都可以，应该是一个而已吗？对啊，只有一个是问号，第一个都不对，对，第一个。哦，那个要上龙骨，所以你等第一周目破完吧。哦，好，那我看一下水的。哎呀，你水的其实可以自己去刷啦。你的弓已经升级了呢。弹涂鱼，弹涂鱼，就弹涂鱼啊！弹涂鱼，哦，弹涂鱼，那就推进度吧。我问个问题哦，他、欸、我看他那个什么有，他这个怎么也有变啊？你的问题是我看到这个，不是你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？请给一个完整的问句，谢谢。你的问题在哪？我怎么看到一个东西像是火，就是像幽灵一样，中间有螺旋的那个火；另外一个是有点像爆发出来爆炸的那种火。一个就是爆炸，個一个就是火啊。哦，原来一个是爆破属性，一个是火属性。对，一个有它有分爆破伤害跟火焰伤害。那我这两把也都得做。爆破不一定要，爆破不一定。我没看过有人拿爆破的弓啊。哦、火的弓我也没什么看人家拿啦。是。那个，我看第一排它也有电一个电一个麻，好，结束了。你要问什么？嗯、一个是电，一个是麻。那仙人掌嘞？仙人掌。仙人掌符号。啊？仙人掌符号？你在讲什么？就白色的呀，白色的长得很像仙人掌、啊。哦，龙呐，龙锋利。那个是封印龙的那个能力的。啊，长得怎么那么像仙人掌？天哪，被看你说三叉戟，我就看得懂。你说仙人掌，那个嘞，那個、看起来像两个音响的嘞，两个喇叭的。冰，两个喇叭。是影片哦。冰。冰哦，那是冰哦。两个喇叭。我一定要看看他长。哇哦。他旁边不会跟你讲什么属性吗？你看一下，是问号问号问号啊！不是你上去，他不会跟你讲说什么属性的加成吗？这个装备右边呢、啊？右边属性不会有吗？都是问号问号问号、啊。哦，好啦。哦，那，嗯，那我现在要推主线吗？还是推啊推啊推啊，先推主线啊！我要先接任务。你下一个就是要做冰的弓啊！哦，冰的，等一下，不用等一下，你现在做不出来啊。推主线、啊，先推主线，先推主线。风飘龙出来了没？风飘龙出来才能刷冰的哦。他浮空刚打浮空而已吧？对啊。去打鼓槌吧。风飘，我看一下冰的冰的话，水延伸上去的。我要做海骨的，还是做矿石延伸的呀？
风飘龙的。哎呀，他接到风飘龙那边去。水属性衍生，所以是矿石衍生到水属性，水属性衍生到风飘。可是，没可是，所以你要有两把水属性的弓。矿石属性延伸到水属性，对，水属性是鲤鱼龙，鲤鱼龙延伸上去是风飘龙。哦，我鲤鱼龙的都还没做耶。没关系啊，你现在风飘龙也打不到啊。哦，好，那我走六，我要去这什么瘴气之谷？哎，真的，打鼓槌吧。哇，他没事，没事，下去，等你。走，我要去闯天下了。瘴气之谷，这个我们又可以坐着了，别发呆了。等他吧。开始等待时间。你们觉得我多久可以让你们过来？为什么我的补给箱什么都没有？你是直接出发去探索，它不会有东西啊。你那个是在地图探索。哦。你可以不要问一些我已经讲过的话吗？没有，我操。天哪！你十个问题里面有八个都是我回答过的、欸，妈呀你！而且我那时候还是很好声好气的在形容给你听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有东西滚过去！对你等一下打哪一只？骨锤龙，我现在得打他吗？对，他现在就在我前面呢、欸。没有，你先按照右边的右边叫你干嘛，你就先去干嘛。狩猎骨锤龙。好，直接叫你狩猎了吗？对啊，我记得他可以退出任务，然后你先退出来，再接一次。真的吗？骗你干嘛啦？对了。可是他还要叫我发现大凶恶龙哎。那你就先发现大凶恶龙再回来。他现在、欸，他是一次出现两个任务，一个叫我发现大凶恶龙，一个叫我狩猎骨锤龙。你先退出来、啊那你要。那我先回那个嘛，结束探索。哎、欸，你这什么姿势啊？有够丑的哎、欸！我吗？对啊，这什么姿势啊？这酒醉啊，酒醉老躺着啊。你怎么喝酒啊？他就坐在桌边，然后桌边动作嘛。那个影像有一个影像，对。有个影像，你只要喝到一定程度，他就你站起来就会开始酒醉了。哦，影像哦，对，哎、欸，第一个，扛错，哎、欸，不要干杯，不要干杯，哎、欸，干杯没有用，要影像。啊，画面会雾吗？跟 GTA 一样吗？不会，我就只是走路会晃而已。啊、我哥在旁边打 Monster Hunter， 你在无聊。我出来了。然后咧，要喝到什么时候？他自己你觉得可以的时候，你可以站起来了。他自己会起来吗？不会，你要自己站起来。站起来，那你就开始走路很慢。有了，好好玩哦。然后你不要动，他就自己倒下来。哇，你们都玩过这功能哦？欸、没倒，要走路，你要走路，然后跌倒。可是走路的话不会跌倒啊，一直走的话不会跌倒。看来没有啊。不是走到他跌倒哎、欸，看来我的酒量不错嘛。走不会跌倒啊，好了。我出来了以后要做啥呀？我才能带你接任务啊？接任务要去哪里接啊？告示牌，公布栏。你说到哪里接？这个问句我已经惊讶了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啦，有因为我在第二个呀，第二个我找不到。哇，你们也知道走就会倒、喔。哇哈。看来我对餐厅不是很熟，酒喝不够多。观众直接说，走喝一到二十杯，直接走路就可以了。变
我们在楼上喝到他来吧。嗯，他到底会不会来呢？会不会来嘞？喝起来。等一下，会不会我们都走不到接龙的地方，就倒在那里了？好啊，我们来看啊。你接着要讲哦。啊，我要上去看，先看你们，看你们 county。啊，你先站到一个地方，然后我们三个人就是要走到你旁边。如果我们走不到的话，就不能接任务，你就只能自己加油了。你要赶快上来哦，拉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接任务了吗？接任务了吗？很美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走不到了。到了，死去了。哎、欸，你才走三步哎、欸。四步啦。门够了啦。好了好了。他接了吗？他接任务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接自由？不是，是任务。任务吧？不是，我任务没任务哎、欸。啊？哇，我觉得超探索的。还是要探索的时候，他直接发救难信号，我们可以进去。好啊，你去发救难吧。等一下我。啊、我们直接摔下来。哎、欸，起来了啦！起来啊！起来啊！我想看完。我要走过去，我要走过去，啊！我去，走好多步啊、喔，怎么可能？差一点碰不到，我再走一步就可以碰到了。